么多不同族裔的人说，太美了，你们中国舞太美了，每个呼吸都是美。我的硕士导师是我们中国舞构建者之一，在国外能够更好的推广，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心愿，这是我的一个使命。首先我做教师培训，然后做小孩子的考级教育，其实这个的话就像是不重要的，就像我做教师培训，我说你们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。秦三意六心意八无心者十，也随手，眼睛里要有东西，心里要有东西。我要他们看到最好的中国。朋友们说你疯了，我跟100个人谈，100个人都会反对。做一个原创的剧要一国之力啊，你自己弄，把家里钱全拿出来，把自己全垫进去，没日没夜的每天弄到3-4点，你是拿命在做呀。我先生说湖南人嘛，他想好的事情9条牛都拉不回来了，豁出去了。我希望我们的木兰，真的不单是我们华裔的，也是世界的木兰，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她能战胜自己，去为了爱替父从军。为什么我也会创作这个剧呢？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好多优秀的女性，就像你，就像我，就像她，在心里都有一个英雄的梦，每个人都是在超越的自己。要是我爸爸看到的话，那他就会，一般的人都说，哎呀，女孩子要那么累干嘛？爸爸说，我要是年轻20岁，我也会像我这样。你有什么梦想，你就大胆去实现它。小的时候我累了，他就会背我，把这东西也会放在我们的剧里面。这个东西也是对我爸爸一种最好的一种，怎么说呢？让我爸爸知道拍梦的剧，肯定很开心的。